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尝一个吗？要钱吗？这个？尝一个，表现，尝一个，表现，热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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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尝了就买，买了就要钱。绝了，完了。地不地道？这苹果的味道，真的是苹果。小苹果呀。谢谢你。这是什么？菇吗？啊，都是啊，霸王花。霸王花。嗯，是草药吗？啊感觉像动物这个。嗯，虫子。是动物吗？不是啊。不是，我刚以为是虫子呢。那是炖肉的。啊。来买啊，大家来买啊，这个当地的这个。啊啊啊！谢谢。回头。生意兴隆。生意兴隆。爷爷你好。哎，我们挑顶帽子。哇，这个。 因为这里昼夜温差特别大，所以呢，它需要有这种保暖的，可以携带吗？可以携带，可以携带。好适合你啊！真的吗？天哪，有没有这种坐山雕的感觉？我看到你，我特别想唱雪山飞狐，你知道吗？寒风萧萧，哎呀，好暖和啊，这个。有，哎，有篮球，哎，来运个球，哎呦，哇，他胯下运球，哎呦，等等。 他发出了一声，他发出了一声鄙视的话，那个是你的小兄弟吗？打球怎么样？打球，他不，你太猛了，来，你来一个。哎呀，哎呦呦，可以啊。你好，奶奶你好，哎呀，好酷啊，还戴墨镜。奶奶你好，好，可以跟你拍个照吗？好家伙，哎呀，好帅呀，帅了，来。 一整本菜单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，哥？其实它这个古镇，包括整个松潘，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方，对。所以像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它里的美食也应该是融合的，它不能只是吻合一个民族的口味，对吧？我们还得找一家店啊，找一家店里面全都有的，全都有的吧？好不好？哎，那个叫什么？茶马坊。